以这场戏能够看得出来，对达布的那种非常真挚的感情都流露出来了。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心中是怎样的心情？我찍을때이게되게오랫동안누워있고자세를막하다보니까막장면은되게설레는데찍을때는되게힘들었었어요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让人很心动的那种感觉，很感动。可是当时在拍的时候呢，因为要躺，一直躺着，躺了很久，本来要表现出那种很，就是那种感觉，可是很，其实是很辛苦的。그리고저장면을제가뽀뽀하는걸로오해하시는분들이많더라고요还有其很多人误会说刚刚那个场面啊，大家以为是他又他仁赫在剧中是在亲吻达布。저게혓바닥이안보여서그런건데그달포머리가헝크너무이게엉망이니까춤을춰서정리해주는장면이었거든요其实大家没有发现我的舌头其实有伸出来的，他其实因为达布的把头发有点乱乱，所以他是要沾点口水让他把头发顺一下。你看他在说，他在亲吻他这样。근데저걸뽀뽀한뭐이렇게안예뻐도안보니까뽀뽀하는걸로오해하시는분들이많더라고所以很多人误会说我是用手这样亲吻，就是用我的手碰我的嘴巴，然后亲吻了达布。大家说，他们说他们也想要。可以了吗？所以其实还有一场戏，和这个的感觉是正好反过来的，就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记者室，对不对？当时你睡着了，然后达布看着你，还记得这一段吗？对。那这两段比起来，你自己更喜欢哪一段？저는그게조금더로맨틱했던것같아요기자실记者在记者室躺着，就是达布在看仁赫的那个场面，看感觉更浪漫一些。应该是因为那一场他一直在睡觉，所以比较轻松的原因吧。눈감고자는척하는게더힘들어요其实闭着眼睛装睡觉其实更累的呢。OK，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五段 video 是什么样子，来各位请看。